全马风水界新趋势崛起，全马风水大时代数据时代，全马墓园领域业新兴企业，全马第一纯阳地生机品牌，全马拥有十大风水格局的生机宝地，风水行业的趋势突破传统平台，转变为符合时代与趋势性的文化潮流。慈航阳地生机开幕当天，香港明星江若琳是会上开幕贵宾。慈航山庄总裁兼创办人 Nadu Samkao 勇敢引领风水界前锋，先开先河，精心打造一个慈航阳地生机，创造全马第一纯阳地生机品牌的造皇者。慈航将引领前锋，是转运主流的新趋势引领者。阳地众生机这个名词是一个革新的词汇，同时也是风水业的一大趋势，致力打造风水业界大数据的时代。慈航山庄在这里提供一个众生机的平台，让不同的风水师来发挥，并希望借助他们的知识与智慧，能帮助到更多的人。Nadu Samkao 本着海纳百川、兼容并包的开放式先进理念，汇聚多名海内外风水名师加入智囊团队，为顾客提供最优质的生机咨询服务。全马唯一的阳地造生机宝地。问题是仲可以冇两个月啦，一千万嘅嘢嗰个政府俾佢冲空咗，我响一个月入边啊六区我都翻。Nadu Sam 认为，要在墓园领域成功，务必寻找关于这市场的空白点切入，加上他很擅长的沟通能力和一颗善良的心，又得名师提点，竟在这行企业中创出一片天，成功打造全马唯一的阳地生机品牌，引领风水界新趋势的崛起。每个人都应该可以享受众生机带来的好处，每个人都要众生机趋势，也将在改变中。